她就她好吧，就绝对是个女的。哎，我就先装成妹妹和她打，然后再坦白，让她评价一下咱们装妹妹装的像不像，可以吧？姐姐打游戏吗？姐姐啊，打好打，不是怎么不说话啊？比较社恐啊，没事，女孩子嘛，脸皮薄一点很正常。兄弟们看我的啊！姐姐喜欢听歌吗？姐姐，要不我唱个歌，姐姐开心一下，把麦打开可以吗？哎，姐姐，我开始唱了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，宝娟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的嗓子要废了，宝娟，好听吗，姐姐？这活不得替掉的。啊，没事，女孩子嘛，脸皮薄一点很正常。啊，怎么可能啊！我要失去风险了。哎，啊，哥哥救我，哥哥。没事。控制良好。好帅！哎，他声音好好听啊。我没弹好。啊，天哪！临时准备计划，现在更是刁难的。没事，哥哥，我们再来。哥哥，哥哥，你看我好看吗？哥哥，好看，特别好看。哥哥，你说话声音真好听，我好喜欢。我呢？哥哥，今天打游戏之前喝热水了吗？不喜欢喝热水。哎，哥哥的声音好好听啊！天哪，常见有吗？哥哥，你声音听起来好憔悴啊，是今天很忙吗？我就是很少和别人说话的。你穿吧。哥哥，你穿，哥哥，你穿，不是哥们儿，姐们儿，这道理，男的女的呀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奇怪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所以哥哥平时打游戏为什么不经常跟别人讲话呀？因为就是话比较少啊。你拿就行。我操啊，声音好好听啊！那个哥哥，我该喊姐姐还是喊哥哥呀？什么意思？好好好，今天碰见同行了是吧？我被人气掉了吗？所以哥哥是姐姐是吗？是。他为什么被生气掉了都这么淡定啊？什么时候掉的？就是从你说你跟我走的时候吧。所以姐姐是开个变声器掉我玩吗？刚玩的时候比较菜，还路人被一个男生给压力了，他就一直侮辱我，搞性别歧视，就想着搞个变声器，自己一个人也挺无聊的。他怎么舍得的呀？姐姐声音这么好听，打得又这么厉害。以前玩的没有现在那么好。这我该怎么接啊？天哪，这我还能变回去吗？还有机会吗？但现在肯定没有人能压力姐姐了吧？姐姐这么厉害，比好多人都厉害了。相信葡萄，真厉害。好像真厉害。再跟姐姐聊一局，这一局是坦白局。姐姐去吃饭，你改天再玩，姐姐，拜拜。拜拜。